这么多人，看来今天要赚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太棒了！哎呀妈呀，都看了这么久了，气死我了，还不满！ 这书真好看，有意思了，有意思了。嗯，这本书也好看。我说很好看吧？嗯，气死我了！你们到底买不买？不买了，不买了，摊子这么小气，就是看一下都不让，大家不要买他的书了，我们走。 咱们上别处买去，以后都不买你的书了。光看不买，讨厌。这些书写的都不错呀，怎么还有一个人？好，写的好，结尾写的太有意思了。哇，这本也不错，有意思。气死我了，又是一个光看不买的。 文笔真好啊！喂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的话就走开，别弄脏我的书，听到没有啊？哼，不看总行了吧？哼，白看了我这么多书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精装书籍八折优惠，八折优惠，打特价了。喊了半天都没有人来买，有点困了。 下雨了！哎呀，我的书啊！我的书呀！哎呀，我的书全湿了！我的书啊！倒霉先生，不用难过，一会儿我会帮你把书一字不漏的全部抄一遍。帮我抄一遍。 我看过你的书啊，所以呀，我都记得。真的？哇！你说真的全部都可以写出来吗？不知道啊。哇，好厉害呀！竟然一字不漏的写出来了。 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好了，大白先生帮你抄完了。吴道士，你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过目不忘啊！过目不忘，这个故事比喻一些人的记忆力非常强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看过一遍，就能牢牢地记在脑海之中，不会忘记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